但是后来今天的消息了，建国百年嘛，尹秀总统今天有那啊上这分钟和十二位这社会人士来表扬，因对着这国家社会一挂这贡献。总统表示，伫这优秀的这人士身上看到坚持，较希望讲这有那是咱台湾进步的这主要的价值。从这十二位女士先生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正直、善良、勤奋、进取、包容这一些台湾的核心价值，我们更看到了坚持与希望，这是台湾前进的一个原动力。得到这分奖的十二人，除了这企业界有名这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，另外也个有名这音乐家李泰祥、艺人孙悦，也个有这玻璃阿妈这陈朝女士拢得奖。啊，总统呢表示讲，这建国一百年，因为有这人贡献，真正有因，真好。